一夜爆红的有两种，有一种是流星，有一种是恒星。文艺创作你要进入市场，它一定是跟资本是在一起的，但是怎么样让资本赋能我们的艺术，或者让我们的艺术赋能，就是我们相互不辜负，就是你资本投入给我了之后，我拿出最好的作品来回报你。希望我们不要做流星，是做恒星。你就要对自己高标准严要求，你要在这个灯光下，你就得有承受这个灯光下的这样一个心理准备，这个各方面的准备，就是我要经得起各方面的审视。我们有很多值得我们敬重的艺术家都是这么做的，我想他是我们的榜，他们都是我们的榜样。